3公斤玉米啊，拿回去喂鸡啊，1.5块一斤。啊，可以，你问好。哎，可以，你给我拿。1.5块一斤。又买了一条精神粮食，这个不能少，在山里面打算多待几天，不然跑来跑去啊，这个油费扛不住了。好，回家。春天来了，万物复苏啊，外面都是绿油油的一片，真舒服啊。然后现在回家了，准备去山上找那个野笋吃啊。那个野笋的味道是真的美滋滋啊，主要是季节性产品，过了这个月啊就没有了，所以说啊是一年啊一年之中难得的美味，赶紧杀回去找笋去了。看到何哥跟我猴哥了，他们在这里啊美滋滋啊，啊八加一喝起来，还有花生，还有皮的。何哥、猴哥，有这么个事好吧？再带你们去看一个破房子吧，你们看一下那个房子能不能改造。如果那个你们觉得能改造，就不用自己动手了，好吧？好的。那个房子怎么说呢？依山傍水，环境也是非常优美。这里也傍水，你看底下瀑布流的多少好了。去看了就知道了，好吧？来，陪你们干一个，干完这个就走了，去看房子去了。来吧。我哥白的喝完了。喝完了。那搞，火箭也来了，来给你吃个黄豆，嗯。这毛有点奇怪，金黄色的、白色的、黑色的。二号的毛是二哈的吗？对，二号的杂交。二哈的杂交啊，不应该啊，它智商好像比二哈什么高多了，有守规矩。它没有二哈二智商高，怎么可能有二哈智商高嘛？这个房啊？对，就这个，看一下吧，去。这里依山傍水，这里方便的。对啊，取水也方便，还能养鱼。听我三伯说啊，那个鱼啊跑到这里来了。跑到这里来了？对啊，冲下来了嘛。先看一下房子嘛，等下带你们去看鱼吧。但是这个水这么大，这个鱼应该看不到。我想问一下，这个是什么道？这是焚烧垃圾的，有垃圾都往这里面丢。你们看这个房子的环境怎么样？这里我感觉也能改造，你看破破烂烂的，对吧？你们自己改造也是把它弄好，弄得特别啊，有那个气氛。要比下面那个要好一点。来，我看一下，就是打了铺了地的，就是里面的这个环境嘛，对啊，以前是养鸭的，用个水龙头把它冲一遍就好了呀。对，对吧？水龙头冲一遍，然后你们该布置就布置啊，桌子什么的。灶台。对啊，这自己动手做窗帘什么的都行啊。对，这里我感觉很适合。你看，一开窗户，下面就是水，对吧？夏天热了，能去前面那里洗个澡。本来说今天要去挖笋的，但是今天晚上要请客吃饭，还有请我姐啊、三伯他们来我们家啊聚个餐，所以说挖笋的话就明天了。然后先去三伯家买点酒，我们家钥匙找不到哈，所以说那个仓库门打不开，只能去我三伯家买点了。走吧，去买点酒。在打酒了，自己酿的米酒啊。还有多少？里面起码还有个百来斤。这个土茅台已经买好了，4斤的量，先搞一个喝一下。然后这些菜啊，我们买的肉嘛，因为我们家里面没有冰箱，所以说放在三伯家里冰着，不然的话容易臭。走吧，做饭去。火箭哦，你也来喽！拿点柴火，上去烧饭。嗯，慢一点。从小干到大的。哇，
准备做饭了，先把这些佐料准备一下，佐料准备好了做饭就快。今天做个鸡啊，再做个鱼，再炒两个素菜，就先这样简单吃下，主要是搞多搞点土茅台。